Who's to know what happens when the world ends? 现在公司，现在这个公司上班的最后一个礼拜。欠大家很久的订单。礼拜是感恩节，所以感觉大家很多都挤在希望这礼拜可以把东西把一些东西做出来。我最近就是工作比较切割，就是因为我们有点感觉人力比较吃紧，然后就分配的比较紧，所以像我自己的话是 support 大概三个不同的 project， 然后最近有一个 project，就最近这三个 project 都需要蛮多力气去做的，所以我就觉得我最近被分的比较薄，就是拉的比较远，就是要我这礼拜会比较紧一点，就是有那种实质的 deadline。 有时候有一些 deadline 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的，可是这礼拜我觉得比较多是实质的 deadline 需要去抓紧时间做。我们的二楼不太记得，就是客厅的部分之前是有前一个屋主做那种客制化的柜子，但是因为我们希望可以给小哥更多玩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昨天还前天请了就是工人来把那个柜子拆掉。但我们那些本来放在柜子的东西全部都没有地方放，就是挤在走廊跟各个地方，所以我们家现在超乱。所以我希望这个礼拜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是可以把就是东西整理一下。然后当我很多东西找不到，所以我希望可以给家里来一个超级大整理大扫除。还没睡觉。妈妈，你压到我了。没事。我肚子一直在叫耶。今天没有买 Starbucks， 我跑来了一个新的咖啡厅买一个咖啡。今天买的这个是
芝麻口味的拿铁，好像没有特别喝到很浓郁的芝麻。希望今天工作顺利。我今天没有很多会议，大概两个还三个，所以比较多可以安静下来戴耳机，就是写扣，所以我觉得蛮好的。It's only 11 a.m. Let me check the... I know that they have like a live event calendar. So let me check real quick. I went ready. I have a very drafting design that serves that.今天的晚餐完成，今天新买的葡萄，然后我超爱吃的银杏跟炒豆苗炒虾子，然后今天的慢烤牛肋条，然后这个是我们上次在 Costco 买的马铃薯泥，这其实只有两块，但肉很多哎。我想先帮我切一咪咪口，我偷吃一下那个味道。好吃，但我觉得可能需要再烤久，就它才会超软烂。它现在是有嚼劲。Ready?
哇，真的在流耶。我觉得这种酥的东西就是你可以气炸或者烤一下，真的是比本来常温的好吃非常多。今天本来应该是要去公司，但是我们的车子就是轮胎，就是跟 Costco 约的那个换轮胎时间就需要预约，我们约到130，所以今天刚回家，我们最近稍微改了一下这边客厅的隔，就是隔板的格局，然后现在感觉就是小孩的空间有比较大一点点。 Edu 也会进去，娜娜也会进去。嗨呀，嗨娜娜。可以这样动，可以这样上下动，要挖种子躲在这边，可以躲在树后面。今天是礼拜五，但我今天有一个比较早的会，所以我今天也是8点左右就想要进公司。我今年用最常用的就是这支，之前跟兰蔻合作的情人节系列的这款，颜色是218，这个颜色真的是超级好看。它是雾面的，我已经用了蛮多的。它是雾面的，然后比较像玫瑰色的感觉。
What you doing? 你在干嘛？他超开心的。哦，小心。Meanwhile， 你这边哪家？能赚的同志，小心点，买被换成气泡。气泡。你看。嗯。一起冲上，立马回电了。哎，吊开哦，一百块加单一吊啊。啊，啊，不过这无所在，会当还恁两个人做伙比啊。最近我很喜欢这个，给大家贴一下截图。嗯，我最近已经过了想要喝奶盖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奶盖喝酒会有一点点腻，所以最近开始不喝奶盖哦，好热。这个礼拜其实是我在我现在公司，现在这个公司上班的最后一个礼拜。噔噔，我准备要离职了。我现在心情就是，嗯，很开心，很期待，但是同时又很紧张。就我开心很期待是因为，就我这次离职是因为我要跳槽去下一间公司，然后这间公司是我一直，就我一直，它都是一直是我最有兴趣最想进的公司前三名。然后很开心很期待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努力，但很努力加上我觉得很幸运，所以我觉得我既然有机会可以去这个公司看看，就我真的很开心，然后觉得很不可思议，但同时又觉得很紧张，因为我就觉得哦，因为自己真的很喜欢这间公司，所以好怕自己表现得不好。虽然我都还没有进这间公司，可就已经先有点，因为一直跟自己说哦，一定要很认真，一定要做很好，所以就这种心理一直给自己这样，然后导致我觉得我现在有点小焦虑。总体都是好事啦，就不是不好的事，只是就我现在感觉我现在就是很开心，但同时又很焦虑，就是小焦虑这样。上个礼拜我提了 2 week notice，然后所以这个礼拜其实没有太多事情要做，因为我上个礼拜就已经开始在写一些那些交接的文件，然后这礼拜是有一些交接的文件跟会议之外，嗯，可能就剩下，我还剩下一些，我们公司还有在 hire 人，所以嗯，我们在面试的时候都会给他们写那些叫什么 take home challenge 那种类似线上，也不是现场，就是一些测验，先测验的感觉，所以有一些那种 take home challenge 要打分数之外，我觉得我这礼拜应该最后一个礼拜了，所以我这礼拜其实应该没有太多超级忙的事情要做。我是疫情的时候入职我现在这间公司的，默默的过两年了。我是2021年11月底还是12月的时候入职，现在已经2023年12月了，就时间这样zoom就超快。好，我现在要进公司啦。这个礼拜是最后一个礼拜，我感觉之后就不会一直，就这个礼拜之后我感觉就不会一直来这间星巴克买咖啡了。今天是鸡肉咖喱饭，然后还有超多的白饭。
很喜欢这种单独包装的蜂蜜。其实我有洛梨，但是我有点懒得弄了，所以我就直接吃 honey 加辣椒粉。刚好有点时间，想说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欠大家很久的书单。我分享书单的时候，常常很多人问我说 Kelly， 你的中文跟英文书都在哪里买的？我自己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实体书，我很喜欢它那种戳戳戳那种翻书的感觉。但是因为考虑到如果之后搬家，然后就是收这些书很麻烦，或者有些像这种悬疑类的书通常我只会看一次，所以我后来现在逼自己是以看电子书或是借书为主。英文借书的话，我都是用一个 app 叫做 Libby。 如果你们现在也住在美国的话，我很推荐大家去就是家里附近的那种公共的图书馆办一张图书馆卡。因为有了这张图书馆卡之后，你就可以用这张图书馆卡给你的卡号去办 Libby， 就是一个 app， 它的账号。然后这个账号可以干嘛呢？就是它可以让你基本上借超多无限多你现在网络上看到超红很多你想看的书，还有有声书都是免费借的。基本上我在网络上看到别人推荐的书，不论是小说、非小说、历史书、工具书，基本上我在这个 Libby 这个平台上都可以找到。有些现在比如当下最近很热门的书需要排队，可是我觉得上面写的等待时间会比你实际等待时间短很多。因为很多人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意手机，或者是他们不想看这本书了，他们就会放弃他们的位置。像我我昨天才收到一个讯息说有一个我正在等的书现在 available 可以借了，超开心。因为本来那本书说要等9个礼拜，但我才等2个礼拜就等到。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书都有，然后等速度很快，然后它其实你借到就是借到之后不代表你要去你的附近的图书馆拿这个实体书，它就是一个电子书。所以你借到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传到你的 Kindle 上。像我的话是有一个小的 Kindle 传到你的 like 书柜上，这样放在这里。对我来说心理上好处是因为我知道这本书我只能借好像21天，所以我就会逼自己赶紧把它看完，因为我觉得不看完可能就要还走了。我觉得我大推利比，我觉得省了好多钱，然后省了很多空间，所以我目前就是非常喜欢，然后每天就会去刷看有没有什么书现在已经可以借了。这样中文书的话呢，前阵子我之前在 Threads 上面问大家用的都是什么中文电子书的平台，我目前听到两个最多，一个是 Readmo 读墨，另外一个好像叫 Kobo， 就是乐天的平台。我目前的话是用读墨 Readmo 比较多，我觉得它的那个风格设计我觉得比较文青一点点，所以就是像我在里面逛书店的时候会觉得这看起来就是画风画介绍就让我觉得蛮想买的，所以我自己还蛮喜欢用 Readmo 的。还没有用过另外一个平台，但是目前的话我基本上我想要看的书中文书在 Readmo 都找得到。目前我在 Readmo 上买的中文书大部分都是日本比较有名的，因为大家推荐的日本比较有名的一些推理悬疑小说，所以那个基本上都找得到，我们目前还没有遇到找不到书的问题。然后这一次的书单推荐啊，就是这次书单呢我花了一点点时间整理，因为大家其实有时候打错一两个字，就是在后续做统整的时候会被识别成不同的书，可是它其实同一本书，或是有时候就是英文书名跟中文书名就是没有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稍微整理了一下，然后统整出了这个书单。我会直接分享这 Excel sheet 给大家，因为我觉得我很难直接把它做一个统整，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多大家给说为什么这本书是你的最爱的这个原因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如果不留下这个原因我觉得会有点点浪费。我觉得大家可以用这个 Excel sheet 这个表的方式，是你可以看一看大家说为什么这本书是我的最爱，然后哪些觉得跟你很有共鸣，你就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对你是不是很有兴趣。其实当中有很多书本来我曾经也看过别人推荐，可是我可能看了那种书的简介我觉得没有让我觉得很有兴趣，但是我是因为看了大家说为什么这本书是他的最爱，我才觉得哦 OK 好像感觉我可以去看看。所以我蛮推荐大家用这个方式，是可能比如说你搜寻一下你曾经听过有兴趣想看的书，看看别人说一下为什么这本书是他的最爱，或者是你可以就是这样就是慢慢的这样滑滑滑看一下有哪一些人的原因让你觉得很可以跟他有共鸣感，就可以去看看这本书。我尽量之后希望也可以在 Instagram 分享比较多书的心得。目前有蛮多书都是看了大家的推荐之后有放在我的清单，但我都还没有时间去看。其实蛮意外的，有一些历史类的书我其实好像有兴趣，但是我可能会选择看中文翻译的历史书，毕竟就是英文不是我的母语嘛，我觉得看英文对我来说还是看比较简单一点的，比如说那种悬疑的那种我会可以看得比较快。但我觉得如果看历史啊或者是一些历史小说我可能会需要用中文的看，就可以看得比较快了。我会把这个连接放在下方的资讯栏，然后你们可以点进去看看一下大家其他人其他的读者其他的 follower 他们推荐的书单。What's that? Look up, look. Ma? This is so good. This is the big bread. I see everyone taking the big bread. Oh, look at this bigger. You see him taking it. He's taking it, it looks so good.Juste un peu plus de temps. Ah oui, juste à faire le pas, il y a un peu plus de temps.